界。有时候你该怒的事情你就得怒，该静的时候也得静。老张今天就想静一静，探讨一些事儿。Yeah， 张爸爸 ，A.K.A. Daddy Daddy Chang。Yeah man， let me tell you about who I am and what I'm trying to say， and then you can come and criticize it。Yo， 一场毁灭性的大战在我们眼前等候，梦里头的大难开始受到他的诅咒。人类若不事先改变自己，苍天无法治理，任何样的改变得先靠你自己治理。这无非是个很简单的道理，为何不懂？除非还是有人怀疑我拿是非故弄。你们都看得清楚善恶拔河的辛苦，他只希望我们能够善待他的亲属，也就是你的同类，也就是我的同类。你我之间没有任何辈分，只有同辈。还有你们脚底下的土字代表一个道，也代表你们人生中的路，记得要把你路程上的面放得直，还有操那些路程上的欠。操的事俺有要，但被怀疑是个江湖郎中，他们开始毁谤。他们怕我一好奴隶没人抱他腿上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师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只是个学者兼职的信使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我只是人类，我没有神会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我只有纯粹的代化着文会。这不是宗教性的歌曲，也非传教，任何的宗门离不开同一个真理环绕。你难道不知道苍天九十九个名号，好比爱用了九十九个语言名造。你们别跟我说些什么宗教性的混乱，就好比不同角度看着同个病人诊断，同样一道彩虹在不同角度看它，是否同个彩虹被误解成了万化。说到每个国家每个政府也是一样，我老张没有任何偏见，全都应该提防，但苍天没有任何偏爱，全都不愿遗忘。我的任务只是靠着我的口舌仪仗来劝导自己自比，也包括老张自己。难免我会失礼，怀疑者们经常质疑，但老张追求和平，而他们追求势力，唯恐天下不乱，怎么不是我而是你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师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只是个学者兼职的信使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我只是人类，我没有神会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我只有纯粹的代化着文会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师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只是个学者兼职的信使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我只是人类，我没有神会。来了哈伊拉拉，穆罕默德苏拉拉，我只有纯粹的代化着文会。